谁离婚啦？谁呀？谁呀？谁离婚啦？还记得妈妈说，陪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青春来做赌注。我要听着亲戚们的闲话，等你为我送来一束鲜花。你们还搁这聊上了？晚上好，你们还搁这聊上了？聊上了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开始减肥啦！过吗？拥抱一场幻想，披上红妆。后来你娶了李晓，我嫁给了胡对门的，爱与不爱又何妨？从前说无惧山海，用999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，只要你。我要开始减肥啦！长胖了，长胖了，长胖了。长胖了，长胖了，长胖了。晚上好。相信我，我要从现在开始饿死我自己。我要把自己给饿死。三言两语握住头上。后来我身边有他，身后有家，但我只想问我要饿死我自己。从前对妈妈说谎，幻想披上红妆。我嫁给了后腿门的。我去上个厕所啊。下辈子再爱，没后悔爱过你，就算没在一起。记得妈妈说，陪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青春来做赌注。我要听着亲戚们的闲话，等你为我送来一束鲜花。到后来，我们俩连一句不咸不淡的问候，终于也没有了。我为你把所有人都推开，只为了。不确定的未来。
先生的一句喜欢，三言两语我就投降。后来我身边有他，身后有家，但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爱过吗？从前听妈妈说过，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，披上红妆。后来你去了理想，我嫁给了虎队门，但爱与不爱又何妨？从前说无惧山海，用九百九十九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，只要你在。后来你把我归还人海，哭着说欠我的未来，下辈子再爱。喜欢三言两语我就投降。后来我身边有他，身后有家，但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爱过吗？从前听妈妈说话，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，披上红妆。后来你去了理想，我嫁给了记得妈妈说，陪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青春来做赌注。我要听着亲戚们的闲话，等你为我送来一束鲜花。到后来我们俩连一句不咸不淡的问候终于也没有了。我为你把所有人都推开，只为了不确定的未来。先生的一句喜欢，三言两语我就投降。后来我身边有他，身后有家，但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爱过吗？从前听妈妈说话，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，披上红妆。我嫁给了虎队门，但爱与不爱又何妨？从前说无惧山海，用九百九十九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，只要你在。后来你把我归
先生的一句喜欢，三言两语我就投降。后来我身边有他，身后有家，但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你爱过吗？从前对妈妈说谎，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，披上红妆。后来你去了理想，我嫁给披上红妆，我嫁给了虎队门当。Hello， 只要你在。我们直接开始吧，今天就不吐吐了。今天不吐吐啦，直接开始啦，不吐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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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吐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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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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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当当当当当。噔噔噔噔，开始。还记得妈妈说，陪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。啦啦啦啦啦啦。我要听着轻轻。这个，听雨声还是听音乐啊？我没有。
去交房。
休息休息休息，去退房子，去退房子，去退房子。Thank you.
的时候，他就各种找借口要来看他的房子。我一个女孩子，他一个男的，他说他要来看房子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进门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这个，我说我给他拍照，就把房子给他拍来发给他，然后发给他了过后，然后他又说他要给他的房子重新搬家具。我说不行，我说我已经租了这个房子了，我的所有东西全部弄好了，然后你衣柜说他是要往我租的他这个房子里面放东西嘛，他要放什么衣柜呀、床啊，然后沙发呀，他说他全都要搬走。我说怎么可能，他说给你用那个之前他们家用过不用的家具，就给我换成他们不用的家具。我说不用，我所有的东西我全部都放好了。然后他非要来我家，我非不让他来我家。然后我就给物业说了，物业说要不你就报警吧。然后我就给他说，如果你实在要来，我说那你就给我退租，我不租了。然后不然我就报警了，如果你非要闯入的话我就报警了。然后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他就说那你不愿意就不愿意呗，你给我说就行了呀。我说我跟你说了，后来他就没有再找过事儿了嘛。然后房子到期了，他给我发消息，刚不是给你们看了吗，他问我什么时候交房子，我给他说九号，他说按合同办事儿，就是语音他说的按合同办事儿。我说那合同上写的十号，我说那就十号。然后他就开始扯我的什么物管费啊、水电费啊，什么半年都没交了。我说我二月份的时候才交了，我说我没抄，咋就在你的眼里，就在你的嘴巴里面就跟我说抄了半年了呢？他还要我给他钱，我不给。然后我们约好了十号了，约好了十号了。然后他下午12:44给我发提醒一下，明天必须交房。然后这条语音他给我说的是，让我给他开门，说有中介的人带着别的租客来看他的房子。然后我这个时候肯定睡觉了呀。然后他说所有，我没理他，所有的费用算好发给我，然后我也没说话，因为我在睡觉。然后这个时候他给我打个消息，我也没睡，我给他说，我说我白天睡觉没有在，就是之前那个房子那边，明天休息才有时间过来。然后他说所有的费用算好发给我。我说我晚上在上班，白天睡觉，明天休息才能过来交付。你昨天没有提前说我在睡觉。明天退房，不要跟我说其他的，把账算好给我发给我。我说一直是你在给我说其他的，我说费用物业知道算，我说不是所有人的时间都要依着你，你要干嘛就干嘛。我说约好的明天我会来。我说房租他提前一个月就叫我，不对，提前两个月就叫我交房租了。就是你提前一个月我都能理解，他提前两个月就说你猴傻子，我就毛了。我感觉他的这儿有问题，对，他的这儿有问题，真的。对呀，他屁事儿多。然后他给我说明天下午2点你必须来，他说你明天下午2点你必须来，不能迟到。现在是他要退我押金，他要把我给他的押金退给我。
是不是有病吗？而且他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找我的事情，都说他要来我家看我的房子。我一个女孩子，我一个人住，我又没有男朋友，也没有和闺蜜一起住，每一个月就想往我家跑，我疯了吗？给他开门，而且白天我都在睡觉。我也给他说过我是个主播，我在晚上直播，白天在睡觉。他就跟你妈听不懂似的，神经病似的，他要来就必须得来，他不来就不来。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子的房东啊。我都怕明天交付的时候他押金不退给我。我害怕他欺负我一个女孩子，押金都不退给我，就很恼火。我已经预料到他有各种找借口，扣借口。嗯，我没有男性朋友，只能明天喊着我闺蜜和我一起去。我明天只能喊着闺蜜一起去了。不然我觉得他要坑我。我租了一年了。我昨天200块钱的流水，今天你们没加时之前100块钱的流水，我买得起房。哦天哪，你在嘲笑我？我买得起房，我连个厕所我都买不起了，大哥。你跟我说这。我连个厕所都买不起，要是大主播像我们这种小主播咋也不走。我留了，不然我明天真起不来了。我起不来，扣我押金的。他肯定会扣我钱，不知道他又要找什么借口。我明天有啥不懂的我就开直播，偷偷给我讲，我把你们拽兜兜里，然后我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就给我讲啊。如果我明天拿不到钱直播，两点，如果他退给我了，我就给你们直播吃饭，直播。晚安，两点。如果他找借口扣我的钱，你就告诉我怎么办啊？对，我就啥都不懂，我真的啥都不懂。拜拜，明天记得给我出主意啊！我把你们找到哪里，或者拉手上。